正本命，会情书恁能往汴京观看，大街上哇哇就吹过来三千兵啊。大街上吹过来三千人马，鼓又敲来锣又鸣，人在南山大呼喊，马在北海的混蛟龙，大呼喊力量壮，混蛟龙那个力量雄，枪在西山论竹村，刀在东海的浪尖层，枪一层刀一层，那个枪刀剑戟绕眼明啊。无谁才起空中翻，飘飘摇还都把太阳拦，照住旗后边来观看，抬过来八抬轿一层啊，这照住轿里宋二木，里边坐着个官员多年轻，年方倒有这十八岁，大小还不能差一动，这长得天庭饱满多主贵，第一个方圆不如正，没有情没有酒，这个赤发白来春发红，胖胖大大四百脸，那高高鼻梁大眼睛啊，是带着前皮后高状元嘛，大花哥蟒袍绣滚绒，要问他是哪一个，他本是当朝驸马安景龙 照住后边来观看，紧跟凤年正一层，照住年龄送两年，坐着皇姑那朱贵星啊，年龄到有这十八九岁，这人才长得真正精。恁要问夫妻二人哪里去，恁听俺丫丫姑把相对难来。好了，这也算俺开书了。这部书发生的大宋朝四帝仁宗年间出的，这部书书的名字就叫包公案。言不华恁都往天花汴京大街上观看，大街上哇哇叫催过来三千人马，人还马叫，八抬轿里坐着当朝驸马安景龙，凤辇里边坐着皇姑千岁赵美容。有的同志就问了，夫妻二人不在驸马府，今天上哪去啊？只因为俺驸马和皇姑千岁完亲百日不到，俺太太有病了。俺太太这一有病，好名医请来了百十余名，光见吃药不见病情，病的老太太是奄奄一息。俺驸马到处求医，可是听说天花汴京东关外有三四里地有个庙院，名叫龙兴寺。听说龙兴寺里边的老佛爷非常灵验的很。想想好名医请来了那么多，给俺娘都治不好病，这老佛爷他能给俺娘治好病吗？我不如试上一试。跟皇姑千岁一商量，皇姑千岁赵美容也非常通情达理，夫妻两个带着三千人马离开驸马府，出了东城门，
要上龙兴寺前去拜神求药，为他母亲治病。不去拜神求药，以为狗小；要去拜神求药，治不熟，可就闹大反。六哇！说道：“来人，驸马爷，喊给庙院的和尚听真，让他把那大殿打扫干净，出来迎接于我。”是，得嘿，龙兴寺庙院的主持和尚听真，现如今来了当朝驸马爷安景龙，前来你的寺院拜神求药。让你把那大殿打扫干净，出来迎接驸马爷来哈。他这样一喊，龙兴寺主持和尚谁呀？名叫紫光。这紫光再到大殿一里，他可没有听见呐。谁听见了？八庙门的两个小和尚听见了，一个叫法王，一个叫法生。两个小和尚一听说当朝驸马前来进院拜神求药，慌慌忙忙不多一时来到大殿一里，见了他的师父。这个老和尚紫光长得什么样啊？身高八尺半的个头，
他那个头是一天刮三遍，三天刮九遍，刮的又光又明，如同拉达相似。能知道他这个头刮多光不？刮多光啊，两个狮子手撤手一连爬八回都没爬到头顶，就光嫩很，咋爬到半截出溜掉下来了，爬到半截出溜都掉下来了，他的头就刮嫩光。这老和尚俩眼一瞪，如同剥皮子扁担，酸就鼻子，喝马嘴，头戴僧帽，身穿僧衣，再到大殿一里闭目养神。两个小和尚给他一禀报，把眼睛一瞪，徒儿不在庙门上把门来到这里，慌慌张张禀报何事啊？师父，现在来了当朝驸马爷安景龙，前来进咱这寺院拜神求药，让你把大殿打扫干净，让你出去迎接驸马爷。哼，什么一个小小的驸马，别说他来，就是当今皇帝老子来了我也不迎接。师父，那咋办呢？就说你家师父我不在寺院。是法王法生两个小和尚哪敢怠慢，慌慌忙忙来到庙门外边见了安驸马。见过驸马爷。安驸马一声说道，小和尚，你家师父怎么没有出来迎接于我？驸马爷，俺师父他老人家说的他不在寺院。啊，你家师父他说的不在寺院。法王说，法生，伙计，你咋说漏嘴了？你这货，哎，你这说这师父说的不在寺院，这不是明摆着咱师父在寺院吗？和尚，对你家师父去说，我又不是来这里跟他要账，又不是治他的罪，他为何害怕于我呀？我是拜神求药的，麻烦你们两个再二次禀报。是，法王说，法生，你说漏嘴，给咱师父回话吧。咱师父要是一恼啊，一巴掌非把你的嘴给你打歪不中。那我说漏嘴了，那也不中哎。慌忙来到大殿一里，往那一跪，见过师父，我真来该挨打。徒儿，恁两个来这大殿里又有什么事情？师父，我说漏嘴了。怎么说漏嘴了？师父，俺给驸马说，你老人家说的不在寺院。啊，恁两个真来不会办事。师父，人家又不是来跟咱要金银财宝，又不是治你老人家的罪，你害怕他干啥嘞？师父啊，人家是来拜神求药，人家拜把神求把药，人家都走了。师父，你害怕他干啥嘞？好吧，老和尚自光暗暗的骂道，你一个小小的驸马高，你竟跟老我的打架。徒儿，把大殿打扫干净，你家师父我去看上一看。是，简短解说，把大殿打扫干净以后，老和尚自光哪敢怠慢，出了大殿要迎接安驸马，走下来。六哇，走慌忙。
静啊，出去迎接驸马郎，和尚走着心中暗想，他心口窝里暗暗的思量，拜把个大哥名叫胖虎，东台御史包朝纲，拜把这二哥再到山东地，二龙高山的占山为王，二龙高山招兵买马，他招兵买马又屯粮，但等着大兵练起十几刀，带着人马攻打汴梁，能推倒昏王任重堂，保住俺二哥登朝纲啊。现如今小驸马来拜神呐，他要这拜神求我进我的庙堂，到达外边我对他讲啊，他要是给我笑脸迎五花奖，他要是给我来个冷脸不防，我把脚一跺回庙堂。和尚他思思念念来得快快，妹妹妹庙门不远再到面堂啊，老和尚走上前去摔了一脸阿弥陀佛，十里大公问断详，一问驸马可怪好，再问声驸马也可怪安康，老和尚不如往下的讲，惊动了哪一个驸马郎，俺驸马闪开叫列桥，和尚这来到了，和尚他身高八尺半，这个一楼嫩粗的虎狼腰，脑袋瓜子他戴僧帽，俩眼一瞪着赛核桃，酸酒鼻子当中长，河马嘴，河马嘴一张好像舀水的瓢，现如今给我来问好，老和尚施礼的弯下腰，俺驸马开了口再叫声和尚请分晓，和尚我来问你，可曾把大殿打扫干净？阿弥陀佛，驸马爷，老衲已经把大殿打扫干净。好，俺驸马慌忙下来八抬轿，老和尚一声说道：“驸马爷，请请。”一说请，那皇姑千岁赵美容可知在到凤辇里边坐着？哎呀！一听说请就知道要走进庙门，慌忙下来凤辇，准备跟在后边进寺院拜神求药。可是
那黄姑千岁穿那个风头花鞋呀，是两头高，当中是空的。当中啊，里边他坠着银铃来，走一步，呵啷呵啷光响，那种声音悦耳动听。老和尚自光这个时候跟安驸马正往前走，听见这种声音，暗暗的想到这是什么声音呐？顺着声音回头一看，哎呀，好一个绝代的美人啊！穿棉衣就能过冬天、和尚到胡思乱想，头天领路，后跟着黄姑女教练。俺驸马一看和尚他，就知道和尚是贼心肝，不多时来到大殿里惊动了和尚发一言呐、驸马爷，我来问你，你来的时候可曾带来降镖之马？俺驸马一声说道：“和尚，我当然带着降镖之马。”好，你跪在佛爷面前，把降镖之马点着以后，焚上香，我呀给你讨几包药，让你拿回去，让你家母亲一用下去啊，他的病就好了。俺驸马命人把降镖之马抬将过来，点着以后焚上香。这时老和尚自光又给他讨了三包药，简短解说，百八神这个药就求到手里。俺驸马要走，临走以前一声说：“和尚啊，来这费用需要多少？你只管说。”驸马爷，给老衲放下十两银子，句句够了。人来，给他放下十两银子。是，俺驸马要走，和尚要送，
来到大殿外边，和尚一声的送驸马爷免是。来到庙门外边，和尚又说道：“送驸马爷免是。”上去八抬轿，皇姑千岁上去奉年，和尚又说：“送驸马爷免是。”老和尚自光目送皇姑千岁与俺驸马，三千人马走的影无踪迹，头一打了，好比是双打的茄子一样，大海小海叹气，唉，回大殿了。正给那相助皇姑千岁不耐烦的样子，谁又来了？师父，谁也没来，谁也没来。那两个不在都门上把门，来到这里又禀报啥事了？师父，嘿，叫我看呐，你老人家十八亩菜园卖光卖净，你落个大喷壶啊！你尽管说你家师傅我是大喷壶，当然了，师傅是方才俺领给你一禀报，你说什么一个小小的驸马啊，别说他来，就是当今皇帝老子也来了，你也不出去迎接。师傅啊，人家还没有说几句恩话嘞，你就赶紧把人家领进过来，又拜神又烧香又讨药啊，
师傅临走又送了人家没有影啊，你不是个大喷雾是个啥呀？嗯，和尚自光被两个徒儿说的对答不上，一声说道：哼，徒儿，你家师傅我的本事大着呢，想叫这厮他不能活，这个三更死他活不到四更天。师傅拉倒吧，啊，俺再也不听你老人的话了，跟着你这么多年啥本事也没有学会，光叫俺八庙门。师傅看起来你老人家呀真是个大喷壶。咦，你说那两个叫谁死吧，那师傅我就让他死。当真呐、啊？那还能假？师傅，你要真有这样的本事啊，嘿，师傅，你不如让刚才来那个黄姑，他长那么好啊，叫咱看见呐，还不够眼馋的，你让他死了不中啊？好，那两个去撵去吧，撵。师傅，人家多回都走罢了啊，走的已经没有影了。哎，徒儿，人家不知道，你家师傅还不知道吗？恁两个赛过飞毛腿去吧，能撵上黄姑他的人马，你家师傅我就让他死在大街一上。真的，去吧。好。法王发生那根呆门辞别他家师傅，离开大殿，出了寺院，直奔天花汴京去撵黄姑的兵马。暂且不表，单说老和尚自光准备着要让黄姑千岁死在大街一上。暂且无表，俺单把和尚对恁命啊！和尚他想着徒儿已经撵上，我不如用用我的宝贝龙。和尚自光没有怠慢，这宝贝囊里他一摸容，宝贝囊里摸了一把慌忙忙取出一个七魂瓶啊！啥叫七魂瓶啊？它这是一种法宝，这个七魂瓶他能念动咒言咒语，照着你这个人邪门砰砰点三点，就能把你的鬼魂给你收走。要知道的有没有破法？当然有破法了。咋破？这个七魂瓶啊，用中指摁住这个心门，他都不会把你的鬼魂给你收走了。和尚自光把这个取魂瓶拿在手里，念动咒言咒语，好宝，你还不赶快把黄姑的鬼魂给我取过来。和尚自光啊念动咒语，
声离开庙门厅，不多时面上晃过千岁拦住晃过这赵美容，照住他心里点了三天，刷时间收走了他的回魂令啊。取走鬼魂他回庙院，法宝又回到和尚手中。这时候咱记住和尚且不表，单场长晃过千岁朱贵星啊。惊动了才女几名，皇姑啊！一看皇姑千岁在世的大街，慌忙来到八抬轿跟禀驸马爷，大事不好。何时惊慌？皇姑千岁也不知道因为何故在世的大街啊，落呀八抬扑闪，八抬轿落在地下。俺驸马慌忙下来，八抬轿来到皇姑跟前，上前抱住皇姑千岁。皇姑什么紧急大病，刷时之间再死到大街一上。我见了父王母后，我该咋说啊？皇姑啊，
声叫一声皇姑你欢迎福生，哎呀
把皇姑的尸体命人抬到碾一层，这时候俺驸马上去把台叫，传下令，三千俺人马不让古桥落命。这时候好像啊，双打的茄子啊，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转回城。简短结束来到吧，驸马府还不远，俺面前停，俺驸马命人把皇姑尸体抬到天津院，俺驸马再到那里通上情，俺家方他本是儿媳妇，尸体应该放到东楼棚，俺国法他本是皇姑千岁，尸体应该放到堂楼中，有心把尸体放到堂楼上啊，只可惜呀、啊，堂楼上还住着我的母亲身、爸爸爸讲说不起，皇姑的尸体暂时放到东楼棚，命人把尸体抬到东楼上，堂楼上见见俺娘人一命。俺驸马这时候往前走，不多时来到了堂楼棚啊，俺驸马来到了堂楼上看，他来到堂楼大吃一惊，关键了他娘坐在堂楼上啊，娘的十分大病都好轻，俺驸马准备要把堂楼进，下一回要给他娘说事情，不见他娘倒还罢，见他娘闹一个乱子没发疯，眼看就是一场闹，咱等着下一回接着听。